各位车友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2021年是土浪隐藏功能开通室内光尾门。很多土浪车友2021年式的车友，他买了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为什么我室内没办法关尾门了？”哦，那你现在看到的是搭载 MIB3 主机，哦，只要搭载 MIB3 主机就是2021年式的土浪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解完这隐藏要怎么弄呢？哦，它就是长按。哦，长按本来就是可以开的，但是你不能关，下雨天的时候就很麻烦。哦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按住。哦，你现在可以听到我们室内尾门已经从里面关下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遥控怎么关尾门。我们2021年式的土浪它一样是没办法关尾门的哦，所以现在当你开通完之后，你就可以用遥控关尾门，一样是按住尾门键。哦，哦，开通这个隐藏功能是绝大多数旧车友也好，他们大概都有开通过了，对，所以这么方便。